2022 Two PM 开演唱会，有粉丝在论坛上用耸动标题发文，写到玉泽演用链子打俊浩屁股，俊浩解开泽演扣子，让网友们抱着好奇心，想着 Two PM 到底在演唱会舞台上干什么呀？点进去一看，发现标题完全没有骗人，纷纷表示 Two PM 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玉泽演的表情太搞笑了，虽然李俊浩想要复仇，但还是赢不过乐在其中的人。打的时候发出声音真让人害羞，泽演真的很爱自己配音。又容扭屁股的样子太可爱了，大家都这么大块头，还能这么可爱的团体就只有 2PM 了。整场演唱会泽演都神翻，现场真的很欢乐，影片也是一直 repeat， 每次看都觉得超好笑。大家的 live 也唱得很好，真是兼具实力与艺能感的团体啊。